对呀、啊、，last minute， last minute， 准时到。啊，你比较高，你比较高。哎 ，OK， 好。米粉，米粉啊，对，还有米粉，差不多是这样啊。汤煮啊，哇，我看，所以我们的在这个疫情当中，也是很多这个非政府组织啊，像我们跟我们联络，他们就非常慷慨的，捐献很多这些物资给我们，让我们负责去派送。因为这个经过两年多，接近两年的疫情啊，很多人失业，所以这一个收入啊，也成一个问题。因为我们虽然是华人。